Ça, c'est vrai aussi. Ça fait dans le moment.真的很感谢你们，完全不知道，那个歌单的内容是不是？大部分的不重要。不重要？真的吗？你是哪个？是台湾台北市的吗？哦，你是高雄的。哦 那股热情我感受到了，厉害厉害，哇厉害厉害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掌声掌声，高雄的代表，嗯，对我这次对真的对拍谁了拍谁，没办法去，就是因为这个哦这个哇好大。 就是因为这个屏幕，所以比较不方便，所以就不要搬来搬去了，所以辛苦了。淘汰？啊，淘汰！啊！什么？突然叫我淘汰？啊！哦，淘汰！啊！哦，淘汗！还有，淘汰也不错，周杰伦。 我在这边宣布了，没有不是，是我已经想好了嘛，在这边开七场，然后他在香港也开七场，算什么意思？跟我，哎，那个这个后辈太不懂，开玩笑了。对，他今天的那个花，我还没看到，那他听说他的。 他的那个给我祝福的那个花花花什么？花篮？花牌？蓝还是牌？蓝。蓝哦，花牌是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。花篮，对，是很漂亮，最大最漂亮的。谢谢周杰伦，你放过我吧，我快50岁了。 很张学友，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我也不理解，但是所有人，包括可能一个地瓜粥的老板娘，或是对面线的老板，就是所有人都对我非常非常友善，国语一点都。 其实也不太会，也没有听得很懂，但是这个地方给我很多很多的爱。